岛上的所有的生活的条件啊都是非常好的。如果按我们人类来比，它就是五星级的宾馆。这个美洲大蠊和我们家庭里边俗称为蟑螂的是完全不同的，它的基因标志就是颈部是白色的，唯独只有这个品种才能入药。这有一个有六道吧，你看到每一只颈部都是白色的。我们的昆虫体系呢，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，它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它真正起到的作用不是单一成分，是复合成分。我认为我们人类生命中出现的问题，一定要用有生命的物质才能更好的解决。